那讲到外国朋友来到咱台湾，拢会去什么所在佚佗呢？是去高雄啊，感受甲电影场面同款的气氛，也是去会当当作台湾代表的阿里山。可能有人爱耍水的会去垦丁，嘛可能有人介去澎湖坐船吃海产。无听到有一挂外国朋友是介去西兰方便个素食的大卖场。我很喜欢台湾。我也去过台南的国华街，就是你基本上一个礼拜也逛不完的那一种。我觉得美食太多，我很喜欢那边。比较想要离开北部，就可能到比较南部的地方。一个月前我去环岛。Very beautiful nature. I went to the Pink Sea Lantern Festival, and the people are very very friendly here and helpful. 去过小琉球，高雄，花莲。我觉得台北很好看，我觉得好地方。事实上，除了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所在，有一些在台湾住很久的外国朋友，是偏偏啊喜欢去台湾的砖卡，甚至连台湾人都没听过一些所在。因说这些所在，就是有他们特别的台湾味。到底对外国朋友来说，是有什么样的趣味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讲到台湾，其实有真济所在是真好佚佗，唔知恁敢有去行透透咧？今邀请到两位这外国朋友来跟咱现场开讲，伊去过台湾，无的确凭咱台湾人去过所在是更加多哦。而且对因来讲，台湾有啥物款的好食物，到底好佚佗，甚至是因心目中的台湾究竟是啥物款的？咱头先来欢迎来自美国的阿勇，阿勇你好，大家好。第二位要来邀请是对日本来的马拉布桑，大家好。一开始我先请教阿勇啊，你来到台湾多久啊？我顶个月应该算十五冬。十五年啊？我爱你马拉布桑，你是来多久啊？我来台湾差不多是五冬啊。五年啊？对。台湾这个所在，跟你的故乡是不是有？某一种程度，还是讲某一个部分是真相像，才让你愿意讲，想要来到这个所在。应该无啦，因为我的故乡我无啥介意啊。无，美国的迄款美国足普通的迄款郊区啦，迄是足无聊，足迄落无物件、无人、无机会、芳的所在啊。啊，所以来到这嘛，唔那是人足多啊，文化足多啊个就捌啊个迄个大自然足多点点，所以感觉哦，安尼嘛是袂歹，啊个迄文就是一个完全无同的文化的一个经验。阿拉布桑咧，你来到台湾了，你连感受讲，其实真侪所在是台湾甲日本其实是小可同款，啊，其实讲有小可无同款的。对，有当时真正有一个不同款的所在，比如讲我第一届来台湾，差不多是高中生的时阵，我爸爸带我来台湾，即度，迄个时阵伫咧台湾的即、這个接吻内底，听到遐尼长的即个广播，内底有即个华语、客语、台语、英语，伫咧日本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迄个时阵感觉讲，台湾即个社会是非常多元。有一个不同款的这个族群，所以这个部分是跟日本是相较不同款的所在，嘛是这个所在，这个部分是一定这个基本挂的这个所在。你迄阵啊来到台湾时阵，是因为工课这代志，那当然啦，就是你得要来个台湾之前，你一定要先做一寡功课。所以你因为你是做相关的政治工课嘛，所以你迄个时阵所看到的台湾是什么款呢？其实我所看到的台湾，是第一届来台湾的时阵，感觉因为是我来台湾进行伫咧中国大陆做工课，所以迄个时阵诶感觉甲台湾感觉是完全不同款。就讲就说台湾的即个政治家嘛是愿意甲日本人挂即个骑兵开讲讨论问题，所以我感觉真正是即、這个。我嘛是大多讲过，即个开放的即个态度是完全不同款，嘛是自由开放即个民主的即个感觉，是我第一届来台湾时阵的即个感受。嗯，
对，其实吼，唔知观众没有恁讲发言讲吼，就是咱公司台界这节目啊，当然是讲台语，而且咱是邀请两位外国人来到咱节目现场讲台语，所以我就是足大的问题，就是讲，其实恁来到台湾的时阵，恁应该直接来应该是先使用华语，甲这个所在这土地顶头的人就是对谈。后来恁用发言讲就是讲，台语啊、客语啊，甚至是后尾个原住民语，恁一开始干嘛讲？听到华语以外语言，你有甚物款感受？讲哎，那听无？哎，发现讲其实这台湾人是足侪人是使用台语啊。我一开始头几声是住伫咧台北啊，住差不多两三冬，所以迄阵啊是听无到甚物台语啊。拢迄阵啊拢咧学华语，啊讲华语，啊听到拢华语。我是刷微较去迄个南部吼高雄，时阵才知影有。其实才知影有台语这个物件啦。哦，所以其实你有一段时间是伫咧台北，其实是接触台语的部分是真是足少了，对吧？反正是有当时爱听到这两句，啊，都想不到迄有啥物路用啊，对不对？啊，搬去打交了的，才知影哦，原来有足侪人咧讲台语啊。因为迄阵啊，我搬去打交时阵，我华语已经通啦，会通，啊，都听到台语的比例足悬，啊，所以。也咧听无，啊！你感觉真奇怪，所以等于讲哇，离开台北等于到，等于讲是到一个无同款的类似，到无同款的国家同款吼。讲刚才哦，一个哦，台语语言区吼，就是外国为什么华语区、法语区啊，啥物吼？啊，你是啥物款的原因会拍算想要来学台语？因为我看你台语讲了嘛是真好安尼。我应该就是迄阵搬去打教了，就感觉这是一个，因为大家咧问这个问题啦。我拢感觉同款，就是你若搬去法国，你学法语就自然；你若搬去到什么国，你学遐语言就自然。啊，我迄阵啊住伫咧高雄，啊就感觉哦，遮个人是拢讲台语，安尼我就来学台语。啊，开始学了，开始想要学了，就发现讲无资源啊，无老师啊，无学校，无课本等等，遮个问题我就甲当作家己的这个迄个挑战机啊。后来的发现讲，其实我嘛会使做一寡推销台语的物件。所以你是以一个就是学习台语的一个外国人，还是讲一个学习者的一个角度，你嘛是想要来推销台语啊？对，也按你马拉布上的，你是安怎学台语？听讲你学台语足认真的哦。其实我第一届意识到台语这个问题是，我伫咧因为迄个时阵伫咧台湾做工课时阵，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咧台北，所以基本上听到的语言以华语为主。不过有当时啊，即个甲即个特别是即个民主的先辈批评的时阵，因甲我讲华语，不过因讲的话的时阵拢是台语。所以拢无共款的这个感觉，甲我讲的这个话题，不过因两个这个民主先辈开讲的时阵拢讲台语，所以迄个时阵我意识到啊，台语对这种民主先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见。后来即马是我的身份是无共款，即马是学生，我即马就研究这个台湾的历史。那我想要研究日本时代的台湾历史。那当然迄个时阵，台湾社会大家拢讲台语，而且是这个。民族运动的角度来讲，这个台语扮演最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作为这个研究者，一定爱学这个语言来了解台湾社会。我感觉安尼是较正确的这个研究的态度。另外，我家己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因为是我即马住伫台北，而且我的这个太太嘛，不晓讲台语，所以讲，那是我嘛，不晓讲台语。而且是对台语完全不了解的时阵，我的囡仔一定袂晓讲台语，而且对台语完全一个无概念。我感觉安尼是较可惜的，因为是台湾是多元的社会，应该爱去认识无同的这个语言的重要性。我感觉至少这点会使让我的囡仔知影，对，所以有这个，我家己嘛是爱去学习台语啦，对。短短这一两分钟的回答里面，这主线量真是太大吼。
因为其实对阿妈那部上有讲到，就是讲基建这部分有包含到一挂民族的意识。那讲到这个意识这部分，也希望讲，其实台湾是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希望讲踮一个台湾会当学到无同款的基建，尊重无同款的族群。真侪趣味的代志呢，咱较小休困的继续来讲。真侪外国人哦来到台湾啊，有的人就是讲哦，一定爱去亚柳啦，去台北一空一啊，甚至是去台南、高雄，真侪所在去啊绕绕看看。讲过去特别去到阿里山日月潭，那准备去到这挂所在就无算是来到台湾，敢真正是安尼先呢？咱请教到马拉布上，伊亲来到台湾的时阵，听讲就是讲台湾这个土地，你要熟悉的时阵，你嘛就认真的做功课，今日有扎真侪相片要来甲咱分享对不？哦，对，一第一届来台湾迄个时阵。家己有这个目标，就是台全台有这个368个乡镇市区，我想要行到头。我讲差不多是三单的时间，无法度行到头啊。我差不多去到差不多255个乡镇市区。对，不过真正看到台湾各地所在，真正无同款的这个文化，而且背景、族群、文化的这个形态，真正是足让人感觉足新鲜的。对，亲像你今仔日照遮尼侪相片，会当一张甲咱介绍讲，你是甲这相片这之间有啥物款故事？好，第一张这是苗栗这个金光福公馆，对，足出名的这个所在。我足介意这个所在，就是因为我对台湾的这个族群特别有这个兴趣。我知影这个较早的时阵，台湾这个族群中间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械斗海盗，对。不过慢慢啊有这个融合，这个相片嘛是这个融合的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咧，就是迄个时阵的这个客人甲这个葫芦人开始合作来去开垦这个新竹北部的这个所在。所以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契机，就是讲为这个。冲突慢慢啊变做这个合作。哎呀，这张嘞，这张是伫哪位？这张是大多阿里讲的这个阿里山的这个相片。其实迄个时阵啊，就阿里山大家拢去，不过我嘛是一定想要去，不过一直无这个机会，所以差不多我转去，你讲2019年时阵我转去日本进前，差不多是两礼拜进前去的。对，迄个时阵叫奥多拜去，一开始完全是乌暗。非常恐怖，非常驚嚇的這個感覺。不過慢慢有這個光線，慢慢有這種的這個風景出現，那個時候的感動是完全沒法度這個放棄，就非常的這個感動。那個時候差不多因為要去回去日本的這個關係，我心裡也是淡薄的這個不安。對，不過看到這個風景之後，這個不安是完全沒必要的。對，心裡也是就有這個希望的這個感覺。所以这个相片对我来讲是影响足大的。你拄仔讲着你骑奥多巴，你是对台骑到阿里山？其实为这个家己开始骑奥多巴，这迄个时阵会使租一台奥多巴，骑到这个阿里山，对。哦，我见你后回你会当对台北骑去。啊，对，有机会下的。这张相片这个人是谁？是我，是差不多是高中前的我，对，较少年的时阵，再讲少年，对，我较喜欢骑奥多拜，嘛是较喜欢骑这个脚踏车，是因为是这种的这个旅游的方式嘛，是当感受到当地博物馆的这个气味加气候。我感觉嘛是真趣味啦，比如讲去这个西雷，迄个时阵有这个导游，骑奥多拜的时阵嘛是比着较棒的这个气味，迄嘛是这个旅游的足好的这个体验，我感觉是安尼啦，对，所以足介意这种的这个方法。哎，这张这看起来有鸡蛋仓，这是伫带，这是这个三星乡的这个文化馆，对，因为是我足介意台湾的这个虫啊，对，我自细汉足介意虫啊，不过来台湾了，发现台湾的虫啊比日本的虫啊更加好食，对，所以迄个时阵特别去这个三星乡买这个虫啊，其实迄个时阵发现讲，唔那是有这个虫啊本身，嘛是有足济不同款的这个产品，比如讲用虫啊作为这个包啊。好啊，而且是这个拉面，哇，足好食，对，所以我足介意
台湾的这个葱啊，嗯，对，对啊，其实台湾即马迄个做些农产品拢走向迄、那个。就是新产品的开发啦，所以过迄个古籍饼，伊来古籍饼啊，葱啊口味的吼，所以真侪物件拢有。后来后一张，呀，这个所在是看大溪这个汤圆大溪啦。对，这个商品我感觉可能是大家拢叫是日本的这个商品，其实这是大溪的这个商品。我感觉足特别，就是讲较早的时阵，大溪是足繁华的一个所在，特别是这个日本时代是足繁华的所在，所以迄个时阵有这个日本小宴的这个雕塑。不过后来这个战后的时阵，这种的这个所在拢和这个拆掉了，这个剥去了。不过差不多是五等钱的时阵，当地这个政府开始重建，对，所以即卖当看到这个较完整的这个较早的这个小院雕塑的这个感觉，建筑。其实这个唔单是建筑，其实有当时啊，大家底下举办这个小院的这个比赛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活动，所以即卖嘛是变作台湾跟日本上阶段非常重要的这个。交流的场所，对，对，其实大溪迄个所在，那有一个就是小宴的场地，还佫一个是武德殿，啊，对对对，甚至伫咧大溪嘛有日本的神社，吼，其实迄真侪所在伫大溪当中有安的吼。这看起来像有迄个原住民的迄个风格，啊，这个所在是伫叨位啊？这是即个基隆的大东乡的即个韩溪村，是大家族的部落。对，这个所在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因这个部落下面的人居民嘛是讲，这个戴牙祭甲祭祭的融合混合的这个基建，对，所以甲其他的这个戴牙族的基建是完全不相关这个活动，因为是伫遐我伫遐的时阵嘛是甲当地的居民开讲的时阵，因讲的话我差不多会使了解啊，因为是迄是即个日记，本体是日记，也是融合到即个因的即个簿记内底，所以因讲的事是差不多拢是日记，对，足特别即个感觉。对，当然即个背后嘛是有即、這个迄、那个日本时代的即个日本统治者的即个政治，就是讲要求迄个所在即个原住民族刷来即个本地来生活，所以迄个时阵嘛是有即个大雅族。过即个赛达克族，拢爱去刷到即个所在，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迄个所在的人是慢慢啊开始讲大雅族甲即个日记融合的基建，就是嘛是足特别即个所在。因为你是希望讲台湾每一个乡镇你要走透透，所以你嘛有做笔记对不？对对对对。你刚刚回想你今仔早来对不？今仔日早来，这是我迄个时阵，即个写的即个我家己的笔记簿啊。就是内底有即个台湾各地所在即个消息，对。就比如讲，这是台北，对。这是应该是新北市的。你新北市，你有去过莺歌无？莺歌当然有。我就是莺歌人，我那边要检查看一下有详细无。对，各地所在，因为台湾各地所在真正是有即个无同款的即个风俗，所以我去旅行进前，拢伫写即个我想要去的所在的即个消息。即伊个人口是偌济，伊个即个特产是啥物，伊有啥物款个即个闽南，对，等等即种个即个消息伫内底，对，所以每一届我家己决定即个落选个时阵，先看即个即本册，对，来决定啊去倒位较好。安尼想要请教阿勇啊，你来到台湾这段时间呐、啊，台湾好佚佗个所在一定是足多，那当然有一挂所在就是咱去一届就无想要阁去啊。啊，有啥物款的所在，感觉讲，你感觉讲迄个所在袂歹，你一直想要去，甚至讲，那是有迄个你的亲人、外国朋友吼，你的朋友要来台湾找你，你一定爱带因去的。有足侪所在，像你讲的去一届就好啊。啊，毋过，迄款所在真多啦，就足多。所以，若讲，譬如讲爬去啥物爬山，还是去海边啊，哦，足侪所在。我嘛唔捌去啊，啊，就啊无带去一个新的所在。啊，若要去一个我较捌的所在，就譬如讲恒春啊，还是有一挂迄个花东金尖山，啊，有一挂温泉的所在，啊，就较本地啦，吼，较无遐尼啊人熟悉的所在啦。啊，毋过我捌去，啊，就感觉遐袂歹，就带去啊。啊，无就外岛嘛真好啊，啊去带去朋友啊。
还是啊有人讲片哦，还是绿岛啊、小琉球啊。常常我的这个朋友来台湾时阵啊，就是我感觉有这个问题，就讲足侪日本人来台湾佚佗，差不多伊的这个佚佗的范围是这个台北市，顶多只有这个范围。我感觉安尼是足可惜的代志，对，嘛是会使去别个所在，因为台北无法都代表着全台湾，对，无同的所在有无同的这个方式，对，所以我感觉，比如讲，就说日本人较介意去看这个龙山寺，对，是要了解台湾历史，嘛是会使去这个台南府城，或者是这个鹿港，或者是就说日本人嘛是想要去这个故乡。这个台湾，这个台北的这个故乡，而且再去这个家己的这个故乡南伊，因为这个人的这个故乡，同款的名，不过伊的这个展览的这个方向是完全不同款，对，所以我感觉安尼会当扩大大家对台湾的这个看台湾的角度，我感觉安尼是真好，对，所以我感觉台湾像你这个不敢管的这个物件，会当去的所在真正是真多，应该去别的所在，安尼真好。对，所以伊都要讲到吼，台北无多代表台湾，会当讲是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城市，伊拢无多代表台湾，因为台湾啊，虽然讲土地无大吼嘛无宽，不过自头到尾这段吼，其实真个所在，伊个文化风俗事实上是拢无同款。也若讲到这个外国朋友来到台湾了后，伊会感觉讲，台湾倒位足熟悉嘞，是因为咱台湾其实有真济无同款的文化，伫只融合，真济详细故事，咱拍停啊继续来讲。有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就爱到台湾，不过他们常常让我们特别的台湾款吓怕到，到底台湾有哪一方面的事情也是表现会让外国朋友吓怕到，也是说让他们料想不到的。我来自马来西亚，我是德国人，我是日本人，我是挪威人，我是格陵兰人，挪威人，很多美食，那些夜市啊，哇，非常的棒。这里的交通就很便利，就到哪里好像都可以用公共交通都可以到，就觉得很方便这样。People are so friendly here. Oh my god, very. 摩托车和巴士很比日本很快，所以我觉得很危险。台湾没有垃圾桶，没有垃圾桶。你不可以丢垃圾。对，我觉得台湾的治安很好。It's very busy. A little overwhelming at first. 我觉得这个台湾是比较热的，是好，我希望呢。还在台湾东西比较便宜，我喜欢台湾啊。想要了解外国人眼中的台湾是生做什么款，就要先了解因是安怎看台湾。即马，咱就来听伫台湾住十五冬的阿勇，佮有台语讲甲比真济台湾人也佮较好的是山客马那布桑来讲因看到的台湾。讲到咱人啊，活伫咧世间，伫咧社会当中吼，是要吃、要食、要搁穿，要含人之间，还搁爱吃半饼。咱来请教阿勇啊，就是迄趣味的代志，咱就唔通去讲啊。你对台湾人对你啊有啥物代志，是你印象最深的啊？拄来台湾的时阵，一个最大的印象，到台湾嘛是有啊。但是我伫咧台北咧行路的时阵，伫咧较细条的巷仔内。啊！就忽然间，雄一大顶，迄个奥特曼来啊，应该有一百台啊，我唔知。吓，我惊一跳。我就迄阵啊，因为头起先咱就咧讨论迄个交通啊。我为迄阵啊，应该是伫台湾第二天、第三天的印象，就是台湾唔是行路的所在啦。哈哈嘛有啊。无啊，安那讲迄个较好的印象啦吼。有一个，我头拄嘛讲，这个金尖山有一个金尖山边啊，这是你台马里啊，有一个一条溪，你爱赛车入去迄条溪，去你迄粒山，
啊，就无迄个路牌，无名的什么所在。啊，毋过阮朋友甲我介绍的，啊，遐有一个类似 B&B 的所在，哦，敢那差不多五间尔。啊，迄个头家就人足好个呀，我即摆啊，迄个即摆应该上久无去，啊，毋过迄阵啊，我定定咧去。啊，就头家就参迄个老客，迄个旅客拢伫遐咧唱歌、唱 KTV 啊，迄款所在足好个呀，嘿呀，就是人甲人之间的这个。印象就深的啦。嗯，就算你是无啥熟悉的人，伊嘛是足好咧甲你交代了，对啦。哦，所以其实这是台湾一个优良的一个表现啦。这款我感觉美国嘛是有啦，啊，毋过无可能无遐深啦，就是吼，头家啊、别个旅客啊、啊人人做伙啊、食饭啊、啊饮酒啊、啊唱 KTV 啊，美国可能较无啦。哦。所以其实台湾人表现出来较亲和和安尼，阿咪请教迄个马拉布桑啊，就是你来到台湾啊，你发觉讲，其实台湾有真侪所在，其实含日本有真少些的所在是。有，就比如讲，即个台湾即个建筑，我就感谢即个台湾诶人一直以来就是好好保存即个日本时代即个建筑。所以，互咱即卖人是会使熟悉迄个时代的即个建筑是安怎。对，所以看这个建筑嘛，是会使了解到台湾的这个行过来的这个历史。比如讲，这个去是火车头，咧来讲，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同款是日本时代，不过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建筑方式拢不同款。比如讲，早期的可能是这个台中、新竹迄种的这个较西分式的这个建筑，不过后来中期是差不多是家己。车站，或者是这个台南车站，一种这个较现代性的这个物件，融入到这个建筑内底。最后期的这个可能是这个高雄啊，高雄车站，或者是这个到南，到南，迄款的这个车站，这个方式是完全是日本式的。这个方式，所以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建筑的方式完全不同款。迄嘛是对我来讲最特别的所在，嘛是因为是台湾好好保存这种日本式的建筑，所以会当互即卖人来了解迄个时代的这个历史，最重要的这个资料。你以前啊发愿就是讲，不是发愿啊，就是讲你有一个心愿，就是讲希望甲台湾每一个乡镇拢行透透。也不离过啊，我唔知道你有发现讲吼，其实台湾的庙足多。哦，你看迄个台南嘛，只间拢有伫迄个庙会吼。啊，当然啊，咱就是先买来讨论讲这庙会伊造成一挂其他的问题，先来问讲这个文化这個部分。你踮咧台湾，你有参加过什么款的宗教活动？其实我嘛是足介意去参加这种的祭典的这个活动。比如讲，这个大家，这个妈祖，这个廖敬的活动，当然是我嘛是去参加过，而且是这个家人的这个普渡的这个活动，嘛是足特别，所以嘛是去参加过。后来这个嘛是有这个台北，有这个青沙王的这个活动，嘛是出巡的活动，嘛是参加过。我感觉每一届参加这个活动的时阵，感受到台湾真正是这个有一个台湾人讲，这个台湾上盖水的这个风景是人，真正是有这种的感觉。因为是参加的过程中间，比如讲这个廖景的这个过程中间，大家互相斗彩讲，也是一直提问压力加的。对，一直开讲，互人这个互人物件啊，点，一直有这种沿路的在看着足济人，而且这个提供物件和送给这个信仰这个宗教的人。这种的这个活动真正是让人感动，对，真正是真水的所在。啊，讲到迄个台湾人吼，对恁就是来讲吼，就好嘞，就好客。不过吼，好嘞好客，你讲台湾未歹，毛一礼拜。啊，请教阿勇，就是讲对咱台湾人对这友善的，你捌等过迄款对你就是讲迄个态度，不是讲就好的无？有啦，捌有啦。较少啦，是讲较少啊。有两三届啦，就是拄伫迄款咧。吼，路边看到阿多家咧开始骂啊，真正有啦，两三届尔，哎呀，无济啦，就有较接看到是迄款，就感觉哦，你阿多家你唔知你唔捌物件啦，你唔知啦，还是我咧我要揣物件，还是我要做我要创啥，啊伊就讲啊你阿多家免差别啊，安怎，迄款态度啦，迄款真正咧
咧树啊，大概较少啦。啊，不过迄款无要插你，也是感觉你唔捌头、唔捌买啊，迄款嘛较侪啦。迄是个人问题啦，还是个人问题？啊，讲到台湾啊，因为恁踮咧台湾已经就是待一段时间吼。一旦讲吼，台湾上个特别一项文化就是选举的文化。哦，台湾的选举文化真正是热扑扑的，迄个支持者吼，大家伫咧台顶讲话时，袂输敢若办演唱会共款。而且呢，因遐因的个人遐红阿头吼，拢印伫迄旗啊顶头吼，文宣啊，插甲满街路啦。所以吼，其实是台湾这款政治参与的迄个比率是足悬的。进来请教阿勇，你当初是看到这款的情形，你敢唔惊一跳？安怎讲？这都不是美国迄个了解所讲的迄个民主的制度啦。但是这款咧安怎讲？安尼感觉是咧 cheerleading， 你敢知影？就是咧看迄个拍球的，啊，就嘿 go， 啊，迄个不是咧讨论政治的什么目的啊，什么迄个较重要的议题啦，所以。我当年拄着选举的时阵，足侪咧，其实是咧吵尔，迄个我较不爱听啦。若有人要讨论什么政治的议题，还是什么迄个政策哦，迄种足好个。啊，毋过我会感觉是台湾人较无咧较深去讨论遐个概念啦。所以其实大家拢是一直是真表面的吼，就是较未去进入到就是真正迄个政策面，啊是毋讲伊所讲出来这政策是甲咱真正是有牵连的啊，对。要安尼像马拉布上，就是你做一个政治研究专家，你今日嘛带真侪物件来甲咱分享，啊，像说分享讲你所看到台湾这款选举的文化无？对，我因为是较早是。对这个政治的关系，我对这个台湾选举真有兴趣，所以日日去参加去看这个台湾选举活动。嘛是足趣味，嘛是会使有台语，因为大家拢讲台语。对，除了这个代志之外，我感觉讲台湾的选举对日本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是日本即卖遇到的问题，就是讲少年人无去投票。这个问题很大，所以说这个少年人的这个投票率可能是这个38%，很低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日本也是面对着这个求职化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孩子越来越少，不过这个孩子是没去投票，所以这个少年人的这个声音无法都散去这个国会，这是日本现在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看到台湾选举，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问题，不过我感觉说至少会使引起少年人的这个注意，这点我感觉是真有这个值得去研究、值得去了解。对日本人来说是有这种的这个感觉，所以就这种的这个本选的这个商品也是一样，就会使这个有这个少年人的这个风化来表现这个创意，就引起这个少年人的这个注意。所以这点我感觉真正有这个参考的这个价值。比如讲这种的这个平均，对，这种的平均啊，或者是这个用铁轨来看卖。你讲这个是？这是一条民警。对，民警。对。这是你讲你的时阵，这个总统大选的时阵，这个民警。对。有这种的这个物件。我感觉伊哎，就是台湾人，敢那有钱就会当啊，有钱就好来。对。啊来。过来有这种这个，起码翠安啊，或者是这个家用的这个商品啊。是什么商品？应该是这个菜龟。菜龟，对。哦，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物件拢出现，迄嘛是足刺激的代志，对。所以这对日本，因为日本的这个法律是较严格，所以无法多出这种的这个物件，无法多上别人，对。所以不可能出现这种的物件。不过看到这种商品商品的时阵，感觉讲哦，迄嘛是一种引起大家注意的这个方法。对这个角度来讲，嘛是足刺激的。就像是刺激的，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会当是讲是无所不至的，想尽办法，想空想胖就对啊啦吼。就是要用迄个文宣这部分啦。那当然，我在既然讲到这個政治啊、投票这個问题，其实我是
这个问题我感觉较来，想要问恁在座这两位的，讲吼，因为恁拢是一个对你对美国来，你对日本来，其实恁本身恁未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我是不是美国人，我是不是是不是日本人这个问题。但是呢，恁来看咱台湾人的时阵，讲不管是台湾的少年族群啊，是讲青壮年啊，是讲老人族群啊，你认为普遍台湾人因为台湾意识强还是无？无啊，就是有的人足强是。我是台湾人，我唔是中国人。有个人较无咧插手啊，都哦，好，你叫我台湾人，你叫我中国人，我都无意见啦。有个当然是另外一边的，都当然是看人啊。那我家己的经验就是无了解较侪啦。无了解台湾家参。台湾参中国参日本参迄个世界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嘛唔知影家己的背景、家己的历史，所以就较无了解。我感觉上最应该是安尼。对，因为你马拉布上咧，你做政治研究的。对，我感觉台湾每一个人对国家所谓的这个国家认同不同款的这个想象，所以因为是安尼，所以常常发生足大的这个冲突。对。就较早的时阵，这个冲突更加强烈，就常常看到这个波干的这个震动中间发生这个这个冲突，而且是这个受惊的这个行为，有当时会当看到这种的情形。不过慢慢啊，有这个融合的这个过程，起码这种的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为，可能是越来越少，对不？所以安尼是较理性的会使讨论这个代志，而这个代志是应该会使讲是这个较进步的这个表现，应该是安尼对。我感觉的是。那当然啦，真侪公共的事务代志，也需要大家做伙来讨论。也讲到这个外国人看台湾，因心目中的台湾是成做什么款呢？那准讲吼，伊要登去因的国家，拢会炸真侪欧米亚的伴手礼。也因上届推荐上个买物件，炸到登去是什么款的物件呢？咱小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讲到咱台湾人出国去佚佗的时阵啊，那阵到去日本，真侪拢会去日本买真侪药啊，还佫真侪迄个电器产品吼。啊，那阵去到欧美国家，真侪拢会去因个奥莱去买遐个衫裤，甚至买迄款啊真好食的巧克力都转来。也究竟讲，即个外国人来到台湾了后，那准备转去因个国家，因会买甚物款的物件转去咧？先来请教着马拉布什。我很喜歡台灣的這個燈果燈果、今天我早上我自己用的這個燈果對、那是差不多是五年前我的這個朋友送我的這個燈果以前是我在使用這個日本式的這個燈果不過使用台灣式的這個燈果之後我感覺、很方便的、對因為是一方便就是這個煮米也是一方便就是別的東西很方便而且是被派去，对，我果断完全无问题。所以我足介意这个台湾的电锅。其实这个介意台湾的电锅，唔单是我娘娘，足些日本人嘛是同款。起码足些日本人来台湾，买这种的这个电锅转去，因为日本无这种的电锅。所以你头先讲这个台湾人介意伫咧日本买电锅，日本人嘛是介意伫咧台湾买电锅。所以电锅中间嘛是开始有这个交流，嘛是足趣味了。电锅的交流，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用台东电锅。你敢知伊唔呐？就是迄、那个炊物件以外，你敢知伊迄个锅？伊迄锅有做只长的，你知道吗？对，大家知道。那是因为前日你对我讲啊吼，伊下骹会当先煮饭，吼啊中间炊菜、炊啥，就是一个足长的锅，吼、就规个壳的，就是。一顿全部的菜拢在内面，全部给你处理起来啊！吼、所以其实我想讲，迄、那个电锅吼，一旦是讲台湾的优良产品啦、对。第二呢，阿勇咧，你敢会买物件登去你的国家？登去美国是较无啦，是啊，因为美国其实台湾的产品啦，拢有通买啦。有的产品真奇怪啦，譬如讲Hawaii 有一个千岛的牌子啦，介出名的啊，因是伫台湾坐，啊，毋过伫台湾买无。台湾买无，海外敢那买五年哦，所以真奇怪啊。像阿勇，你先开始来到台湾了，你感觉讲哦，台湾的物件吼，其实无合你的胃口无。
不啊，我一开始就足介意啊，因为迄是阮伫美国的时阵吼，咱若伫台湾吼，食一个美式的餐厅，阮伫美国嘛是咧食这个亚东亚式的，还是讲中，咱拢讲中国式的，啊，不过迄都无一定是中国式的，啊，迄款食物，我自细汉拢就爱食，所以来食的时阵就点啊。哦，其实食的迄个中国餐厅较好食，比美国的较好食，所以就爱食的。啊，你有唔敢食的无？应该袂讲唔敢食，啊，就是讲无介意食，啊，不食。譬如讲什么鸡的迄个鸡卵，卵骨啦，鸡卵骨啦，鸡骨啦，是讲迄个什么款的肠仔肚的物件，较唔爱食。下水，哎呀，拢不食掉啊，就是较不爱啦。哦，反正是迄、那个。迄个口感嘛是唔知啊，智慧粿你敢食无？智慧粿啊，智慧粿会啊，会使。哦，迄其实嘛是真的，对。嗯嗯，也安尼麻辣不上你咧。我非常喜欢这个台湾的这个水饺。水饺。对，我一间伫咧南机场夜市啊，即台北南机场夜市啊，的一间这个水饺店。哦，迄间的这个水饺，我感觉。我食过的水饺内底上界好食的这个水饺，而且会使看到这个夜市的这个风景，哦，真有这个人情味的这个感觉，所以足介意去遐。对，过来就是讲，台北嘛是有这个大稻田，一边嘛是有这个玻璃路餐厅，对，非常有这个历史的这个餐厅，差不多有这个九十年的这个历史。底下会当食到，较。古早的这个咖喱，对，甲即卖的这个咖喱完全不同款的这个比，不过真正是真好食。所以每一届我的日本的朋友来的时阵，我带因去迄个所在食这个古早的这个咖喱，对。也呢，像你的迄个朋友啊，就是对日本来到台湾，又甲你特别要求讲伊爱食啥无？我感觉就这日本人就介意去这个夜市啊，对，所以树林夜市啊，你去树林夜市。一旦看到足济日本人，可能是比这个台湾人更加多。有当下是安尼，对。所以日本人非常介意这个台湾夜市啊，因为是一旦感受到这个人情味，对，所以就足介意去遐。对。所以其实台湾的夜市啊，其实是真济文化的缩影啦。所以真正有一个学者讲吼，这个即马市面上推出一项新产品。我的卡后礼拜在咧夜市啊，就当看到伊的形影出现伫夜市啊，吼。所以其实台湾夜市是一个足特别的一个所在啦。啊，恁来到台湾，你是感觉讲台湾好，无你咱有啥今仔坐伫遮，来留伫遮，一定是某程度的好。所以，哎，你认为台湾好的所在是伫哪位？拢捌讲到啊，啊，人情味嘛是一个真好个啦。啊，迄个交通嘛是一个真好个啦。啊，迄个我今日来遮嘛是坐高铁啊，高铁足里边的。啊，咱美国嘛是无迄款吼高速的火车啦。你若要为纽约到 LA 坐火车，反正爱一礼拜啦。迄个风景啊，啊，今仔日去山顶啊，明仔就去海边啊。啊，买啥物物件，迄个去一条路都拢有啊，拢行有啊。啊，好的所在真多，啊，歹的所在嘛是真多啊。啊，都。像拄仔讲，迄交通有一个好，嘛有一个歹啊。啊，到迄个，尤其是咧行路的时阵，有迄个危险伫咧。啊，塞车嘛是有。啊，我感觉有一个歹，较若讲较深的，就是因为我美国人嘛。啊，阮自细汉就是一个有一个个人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啦。啊，台湾遮反势是较我迄个。政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这款，啊，这话嘛是感觉一个歹啦。譬如讲，迄个咧，过去这三冬拢大家拢有咧挂迄嘴暗，啊，其实我是尽量无要挂的，因为迄我无爱啦，啊，你莫插挂就好啊啦，啊，毋过台湾人就感觉，虽然讲伊个人反正无爱挂，伊就感觉有这个压力，一定爱挂，因为别人拢有咧挂，啊，我无啊，我哪迄个压力啊？啊，所以其实。我感觉这是台湾社会的特色啊，当然啦，这社会是需要搁较侪无同款的刺激，无同款的迄款进步，咱的社会才越来越好。要来讲到马拉布桑，你认为台湾的？因为是我足介意台湾，哦，而且今仔日讨论足侪即个旅游的代志，我感觉真正比如讲即个足侪所在无同款，即博物馆，即个客家的即个博物馆。
哦，我嘛是去过足济客家的博物馆，哦，交往即个客家博物馆等等，真正会使了解到客家中间嘛是有足济不同款的即个文化，因为即个来源是不同款，因为文化的即个意识嘛是不同款，等等，不管住民族嘛是同款，不过敢那是。台语或者是这个福州人的这种博物馆是较少，对，我感觉这可能是较可惜的代志，因为是福州人来，对嘛是有足些不同款的这个文化特色。我感觉这种代志嘛是会使点红果，点火这个外国人会使看。我感觉安尼是外国人嘛是会使更加了解台湾这个土地，所以我感觉这点嘛是，我感觉那是有啊，可能是更加好，有这种的感觉。卖千万唔通去认为讲其实讲台语伫台湾，伊算是多数族群啊，所以就是面对着这个外来潮流，任何一个族群，不管是多啊少，只要是一个趁一个多时阵，爱赶紧甲伊保存，这文化才袂断根。那常常听人讲吼，有人爱透过别人的嘴，才当熟悉真正你。今透过来自美国的阿勇含来自日本的马拉布桑，和咱重新来熟悉着咱的台湾，而且台湾是宝岛，四季如春。天气好，风景优美，是通人宝，山明水秀，好佚佗。只是讲咱台湾的未来，就掌握在咱的手头。咱若是该凊彩乱做，就乱糟糟。也是要让咱的台湾风景会当陪咱到百岁年老。只要咱的用心，一定会做得到。今日非常多谢两位来宾来到现场，跟咱开讲遐尼济，多谢，感恩。我是嘉禾，你心目中的台湾款是甚物款呢？邀请的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来收看，这是台湾款，咱再会。谢谢，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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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感谢。